我的妈呀！啊！牛蹄子拌饭。我又回丰台了。我每次来七克拉，我都迷路。王汉阳啊，听说他改王汉牛了。一听说有牛蹄儿，我就赶着来吃了。哇塞！呵。我的天哪！这大牛蹄儿，好家伙！你看这皮，这根牛蹄筋儿，我的妈呀！哇塞！快吃快吃快吃！嗯，哇，真的，我巨烂乎这个。而且它这个是卤料味儿比较重，你看还能看到那个卤料渣渣，而且巨脱骨，就是狗不理。而且你看没有肉，全是筋，筋和皮，倍儿油亮。哇，它搭配了一个蘸汁，蒜泥的这种蘸汁。哇，这蒜味儿真冲，我太喜欢这个皮了。现在烧烤店的标配，淄博小饼跟葱，还挺暄软的。递了一块筋，来点小葱。哇，小饼卷一切。这牛舌真的好吃，而且它好大，它说是有四五斤吧，那比我上回吃的那个大。这个像不像大皮？大皮来了啊！神了，真的神了，想爽吗？可以来试试。而且它这其实是带辣味儿的，就是它那锅里头飘着辣椒呢，然后算是有点像辣卤。我去洗个手。哎，然后他家还有一个40多块钱的一个小套餐，有一盘串儿、凉菜还有面包片儿。哎，我感觉现在北京已经没有不卖淄博小饼的时候了。它这个烤串还是保持一贯的水准。我挺爱吃的烤鸡心，嗯，它是整个的，嗯，鸡心就是整个的好吃。因为会爆汁，半颗的容易把它烤干了，而且它还打了花刀蜂蜜让它入味儿。来个鸡胗子，哎。烤的好脆，火候刚刚好。还有这个黄油面包片，看它的颜色，感觉很舍得放黄油。哇，它是烤的比较脆，有点像黄油甜香面包干，特好吃，女孩子会喜欢的。嗯，你听。你们喜欢吃脆的烤面包，喜欢吃软的烤面包啊？如果你们觉得我吃淄博小饼和面包片就够了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米饭扣里头，拿起我的包被，你看，真的就一拆就开。哇，跟大哥要的灵魂卤汤，来浇上，浇上，手抓的，就给它撕碎了，然后跟。米饭跟肉包裹在一起，我跟你说，手是人类最有用的器官之一。哎呀，这大筋！哎呀，你看看，
哎呀，你看看牛蹄子拌饭，嗯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它这个料汤的料味儿我很喜欢，就是很复合的香料味儿，但是不咸，然后还带点辣。哇，还有一块大皮。嗯，哇，太香了！哎，你们有机会来试试，就是动物的蹄子，真的炖起来都贼好吃。主打的就是一个炫得干干净净，嗯，拜拜。哎，那个，嗯，一个神奇的人，大腰子佳琪，我先开开胃。嗯，隐藏菜单四平锅。前两天老郭给我发信息说他又开新店了，这不是吗？说来就来呀，走着。今天在高碑店这边啊，给你们看看菜单，看到那四个锅了吗？我都吃过。还有这个有没有喜欢的？我今天吃这个菜单上没有的，隐藏菜单四平锅。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，送给你们。哎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大一个包间，是不是特别到位？四拼的啊，这锅真沉。老郭说今天这锅是第一次使用，先让锅咕嘟会儿。拿出我的绝杀大腰子。烧饼，大腰子，佳琪，哇塞！你看这个腰子，甚至是跟烧饼一样大。我先开开胃。嗯，烧饼烤完是酥的，但整这大腰子一夹，就眼可眼的那种严丝合缝。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？哇，太香了！能吃到这个脆脆的声吗？烧饼加腰子，我愿称之为天仙配。老郭出品必属精品。你今天那么害羞干嘛呀？然后它这个锅子是红焖羊肉、肥肠、筋头巴脑和酸菜白肉，你们要人少了点单锅也行。我还是比较心水这锅红焖羊肉，它用的是这种带皮腰块，巨大都，就真是一口是一口的。它这桌子有点过于大，所以无法同时收下我和它。哇，嗯，还有点味儿，有一阵子没吃了，还挺想。我比较喜欢这种连肥带点瘦的，肥瘦肥瘦肥瘦这种。嗯，那种炖的很烂乎的羊肉，红焖的汁儿有酱香，然后微微辣，也有那个香骨的味道。反正每家炖肉都有每家的秘方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好吃就完了。抓到了一块炖掉的羊皮，嗯，哎呦。就那个带皮羊肉里面，我每回最喜欢挑那个炖掉了的羊皮，贼香。这锅筋头巴脑就得是这种噔楞噔楞的，也都是这种大块大筋皮子。哇，它这个部位选的我很满意。嗯，嗯，太香了。
你看这两个锅颜色可能是有点像的，但它其实调味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炖牛肉跟炖羊肉它是要用两种不一样的调味。这一锅是猪牛羊全齐了，凑齐了三种我最喜欢吃的肉。这个感觉那个料味会更重一点点。那底下搭配了这个豆泡非常吸汤。这锅是肥肠锅啊，没有火烧的卤煮啊。卤香肥肠，而且用的是比较粗段的部分。那个肺是有一点脆感在，下水杏仁绝美。水蜜桃这个好喝，酸菜白肉锅，再来煮的酸菜，这不太美了吗？先来一点白肉，再来煮的酸菜，还别说，哎，就这小空调一开，哎，整了一锅酸菜白肉，还挺暖和。够酸，哇！刚才老郭跟我说有一个秘密吃法，所以我多要了一个烧饼，捞几块红焖羊肉，自己擀的椒盐蘸上，这么一来有点意思啊！又是考验我嘴张力的时刻。很魔性的味道，就你一进嘴就是那个椒盐的那个麻，然后肉香味就出来了，你再嚼烧饼的碳水香也就出来了。这个没在菜单里，找老郭要。这个碳水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裹上肉之后那就是上升另一个高度的好吃。然后这个，这是一个用冬瓜做的霞多丽果，还别说，这个口感跟那个味道调的真的是很像。就要这玩意儿给通哥，半打啤酒又下去了。然后郭老板强烈安利我一定要吃他家的小龙虾，说巨好吃。这打耳一看料是没少搁啊，料能包裹住这个小龙虾。虾滑，哎，是好吃啊，这个。这是好吃呀，老郭。半小时一锅出去，当然好吃。是好吃，是好吃，怪不得提前就给我做上了呢。这料是真真的，全都裹在上头了，还挺饱满的哈。高碑店附近的小朋友们可以过来吃了，住在城里头呢就北京桥。当然我早日希望郭老板能在昌平开一个，谢谢。好的。昌平欢迎你。来，最后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。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哇，来感受一下炸串的快乐。这个是炸全翅，才6块钱。今天带你们吃昌平知名的炸串啊，都知道百泉庄的炸串很有名啊。这家百泉一方炸串，今天的第一锅，平时都是吃打包的，今天我们来路边吃。哎呀，多舒服！哎，看看啊，非常朴素的菜单。炸鸡肉串，炸羊肉串，炸鸡皮，大鸡翅，鸡翅中，行。我们的炸串来了，冒尖了一盘啊。
哇，来感受一下炸串的快乐。这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，炸鸡全翅，还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已经乱了。这应该是羊肉串和鸡肉串，羊肉串特别香，他家的羊肉串非常喜欢。我刚才拍油锅的时候就已经闻见味儿了，来吃吃吃吃吃。哇，它在炸之前它会裹糊，然后还会裹面包糠，所以你吃起来会特别的脆。能听到这个声音吗？那回也健身，中午没吃饭，健身差点就哈哈脆，而且它还有一点点羊油，真的贼拉香。吃差一点，然后那天还有，他家特别觉得这个鸡肉串就是有种蒜香味儿，卷哇，啊，你喜欢吃羊串还是吃鸡肉串？有没有吃过的小朋友？还有这个贼绝的，这个是炸全翅，才6块钱，就是你一扯开它就扯开了，能看到中间非常嫩的肉，也是咔咔脆。这家炸串不咸，它就是那种腌制的香味，然后加撒了一些孜然辣椒。嗯，光吃神器，哇！就我现在吃的这三个，是我强烈推荐他们家一定要吃的三个烤串。这个是炸鸡皮，哦，这也好吃，这个感觉像是卤熟的鸡皮在炸的。啊，我之前基本上每次就吃鸡肉、羊肉跟鸡翅，这鸡皮我也是第一次吃。爷爷，哎，啊，炸的好脆呀！老高约了吗？然后它这个鸡翅中也是6块，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良心？从网上订那个，不包括车外酒。那我这当时说全餐，光吃神器。我说你看看这个，当然酒搭子拍黄瓜怎么能少呢？嗯，你爱吃羊肉还是鸡肉？鸡肉，鸡肉是吧？嗯，是不是那蒜香味特别香啊？是吧？这俩我都喜欢，我每回就是各十串，然后待会给通哥俩包俩。嗯，光膀子跟家打游戏呢，不乐意出来。给完了，剩下一人不包括，我让他帮通通，又给他找五十块钱。说直接打电话，那个挂机就60。什么？哎，就羊肉、鸡肉，全翅跟翅中，就绝对没毛病。刷那个不有个像纱窗那个玩意儿？哇，太香！不光刷那个，里边那个冷凝器。咱那个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晚安，马卡巴卡。